真是糟透了，脸上也黏哒哒的，真想洗个澡。为什么这里连个人影都没有呢？真差劲。外地人嘛，又到你面前进来。请问我好像迷路了。都是那个女人的错，和以前完全相同的样子。阿白比丘尼，那是个怪物。请问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，不过你也想成为他那样吗？永远的活着。乡下，为什么我觉得美金一脸就是早点会领便当的脸？对，这是一代，还没十二点，这不是好事吧？今天表现还不错吧？八点就结束，八点十五就结束了。